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日本人 Hello Studio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讲一件事情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要讲，怎么了吗？是世界末日吗？不是，是开学。为什么是开学呢？因为开学就是一种世界末日。如果你们不想要世界末日的话，你们就要点下下面那个订阅键，订阅一下，订阅有同，这样你们可能就不会进世界末日。好，那然后呢，有一些防身必备呀，就是呢，如果每两个礼拜的星期五的8点准时看油桐的影片，你也比较不会被世界末日，懂吗？好，所以呢，也要在我每两个礼拜的星期五的8点准时按下那个喜欢我的影片，对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就这样。那对，开学后我都是每两个礼拜星期五的8点发影片。对，然后呢，我的影片有一些秘密武器可以给你，我影片有全字幕，然后呢，我的影片还会有更精细的剪辑，像这样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，好吧，好像就这样哈。然后呢，点那订阅，快点点订阅，点订阅，不然我就会。